这么晚还在，辛苦辛苦啊！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 千岁这个王陵咧吼，马经咧回到大天府来安坐啊吼，啊今仔咧第一天的这个南州雅王的了境咧，嘛到这咧告一段落啊。那接下来的行程呢，我就不会参与了哈，因为呢台北那边呢还有主持的工作要做这样子，哎，后面呢我就没办法来恭送我们的赵大千岁了，所以这边最后让大家看一下的，这是这一颗新手正科赵大千岁的哦王船。 这一次呢，挑战了这个呢，热闹抢先看呢，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也记得一定要帮我的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接下来呢，下一波的活动呢，大概就是青山王跟小琉球银王了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哦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青山王跟琉球银王见喽，拜拜。